好嘞，麦屋欧巴，麦屋欧巴哈，推荐最好的市政府中心，最好的大楼哦，两年新屋，两年新屋啊，龙腾新市镇，你看大阳台啊，主卧房、客厅到大阳台，有没有看到？全部都新大楼，这一间一定要来买，一定你看，永华将近30米宽，30米宽的大楼啊，龙腾建设是非常好的建商，有没有看到？客厅很大。很漂亮，你看沙发坐六个人没有问题哈、哦。它的大门进来有个玄关啊，所以开门没有建造啊，也没有直接建阳台，才守得住，聚财又赚钱。来，我们看到厨房哦，很有时尚感。厨房旁边呢，置物柜、系统柜啊，有没有看到啊？琉璃台出来又一个阳台啊，你看啊，阳台晒衣服、洗衣机在这边。龙腾新市镇哈。啊53平室内空间啊，53平的建平，53平又有车位，3房2厅2卫，2个阳台又有车位，2年新屋，龙腾建设新市镇第二间房间哈、啊，来再看一间房间，每间房间都方正，都采光，而且每一间房间都靠窗，哈、啊，你看它的橱柜，它的系统柜哈、啊，很漂亮，再来。那个主卧房，我们看主卧房、哦、通风采光非常的漂亮、哦啊、来我们来看一下、哦、主卧房它这边做了一个设计呢、啊、把我们的卧室、啊、你看这样就不会直接看到这个卫浴的、哦、来你看、哦、卫浴在这边开窗、啊、有没有看到干湿分离，很漂亮、哦、龙腾新市镇，它的系统柜做得很漂亮，很有质感，这边在这边自装、啊、衣服穿得漂漂亮亮的啊，再出门。好，我们来看到哈、啊，啊，采光阳台，2年新屋，室内全幢所有权53平，大平数，室内空间大啊，大餐厅，大厨房，明亮通风，阳台，2年新屋啊，新市镇这一间一定要来看房子，早早买下，这个以后增值潜力无穷尽哈、啊。好，来哈，龙腾新市镇。市政府中心旁边的大楼，2年新大楼哈，啊，这间啊9楼出售啊，价格相当实在，可以议价哈、啊。那要把握这间3房2厅2卫啊，双阳台又有车位，又高楼景观，有没有看到那一块空地？那一块空地就是市政府哈、啊，啊，跨年演唱会都在这边办，这边拿个咖啡桌喝杯咖啡，这边看哈、啊，晚上更漂亮，整个台南市的夜景。哦，更漂亮，啊、哦！看到晚上的夜景，啊、哦，那边有没有看到安平港？啊、哦，安平大村入港，龙腾新市镇，这件要把握。来，麦欧巴推荐哈、哦，龙腾新市镇哈，啊、哦哦，这30层的空中花园哈、哦，有没有看到安平港？安平港大村入港，那边是看到市区的最大繁荣哈。哦啊，安平区的繁荣市政府，这边看到安平港海边，哦，够水啊，景观相当漂亮。